原物料大起飞，哪档值得布局？根据国际原物料的报价，一起来轮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，我是千涵。今天邀请到华信投顾邱鼎泰分析师老师好。千涵你好，全国投资者大家好。今天盘面上的非电族群表现得相当不错，尤其是根据一些原物料的铜价啊、铁啊、镍价都在上涨，是不是有可以布局的点呢？老师，好，重要的时刻来了。对，事实上待会你看一下我们的内容就知道，是今年跟去年我简单跟大家讲，跟去年有一点不太一样哦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哦。所以你操作策略也不太一样啊。第一点啊，去年因为有疫情，对，去年这时候的疫情最严重，哦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过年后，所以大家讲哦，全世界都不敢做股票，股市都崩盘，对。可是有一种股票就会得到世人的青睐，包括台股，叫做生技防疫，对。好，那生技防疫在去年这个时候就突然间一口气拉三四个月，像合一有没有？哦，对，四个月就涨了20倍，这样懂意思吗？记得哦。去年大家都不敢买股票，因为疫情严重嘛，合一就在那时候，因为资金就突然间集中在那个生技防疫概念股。好，第二个到去年年中中间的中，去年年中间的中哦，好，那时候全世界不太敢买股票，因为疫情还是很严重啊，没错。但是跑出一个美国总统大选，对，大家也都不敢买股票，但跑出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那个叫什么拜登的政见。好，绿能，对，对不对？太阳能啊，也是四五个月就涨，那涨比较少，是5到5倍、6倍、7倍这样子。今年啊，疫情慢慢在下降，疫苗的关系，所以变成所有股票都有机会。所以呢，你现在要根据国际股市的这种包括报价等等之类，对，来做股票，而不是某一档某一个族群死爆活爆，想说在三四个月会不会来个5倍、10倍，没有的事。现在是百花齐放，对，百花齐放，所以你挑到这个，现在原物料在流行，你跟他做一段，对吧？3-4成、5成，该走就走，换股操作。好，我们来看文字上，为什么跟大家讲？等一下你看苹果股价，苹果股价上周有连续2天哦，破季线，对，一个破季线，全世界最重要的苹果破季线，台北股市的科技，万一这个礼拜再破，而且一去不回头，台北科技股会有压力哦，合不合理？合理嘛，齁，哦。好，高盛说原物料出现10年来的超级大循环。以下我们再看木材，连木材的价格都创新高，木材期货。你想想纸类会不会涨？会。会啊，因为纸类是用 对铜铁啊，铁矿石铜价都创9年新高，今天白天的 LME 的铜继续在飙。嗯。好，再看下一个，我看下一个。好，我们来看齁，镍钴，这个他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哦，全世界去年到现在唯一没有涨的地区叫做中国股市，其他都创新高了。中陆股嘛，对，陆股没有创新高，哦，而且陆股很平平而已。可是大家想一想，全世界的大国当中，谁的疫情啊控制的最好？中国啊，所以大家估今年疫苗出来好了，它成长的速度会最快。嗯。所以中国的就是靠这个什么，这个中国是镍跟钴啊，两个一起报价，是它是联合报价，这个是在3年前，它干脆两个联合报，因为这两个稀有金属都是什么，就是电动车电池要用的。哦，你看这个位置啊，它今天又涨，那个左上角的 7.48， 事实上我们现在跟你录的时候已经不止了，嗯，都 10% 了，有没有创历史新高？对，再看下一个，这个叫不锈钢就是镍。刚才那个镍，嗯，它独立出来报价不锈钢 LME 的镍也都创新高，它已经过了这个高点了。等一下你去看我们相关的股票还差多少，这样懂意思吧？注意哦，注意那个，这个对不锈钢哦，哦，好，这是周线，我们再看一下哈，哦，来，好，道琼指数根本这一段根本没有动嘛，都没有动嘛。你看科技股，再看看下一个科技股，还稍微有点拉回，嗯，为什么？因为苹果不好嘛。再看一下费城半导体，勉勉强强礼拜二，上个礼拜六五那天涨，是因为应用材料大涨，嗯，应用材料包括材料大涨，可是应用材料开盘涨9%，收盘涨5%，也是留上影线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再看一下哦，来哦，好，那下一档哦，啊，特斯拉有在涨了吗？短头是不是已经出现了？对，对你自己在特斯拉电动车，它没有涨上来，电动车就是这样子而已啦，哦，再看一下哦，好，加权指数今天创新高，韩国股市今天大涨，强力拉回，对，这样大家懂意思吗？
所以比如说你的选股票不要一直压电子，也不要这样要轮流的这种。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哦，第一桶你看又涨上来了，对，铜价大涨，它当然就轮到它嘛，连续涨停，安利对吧？这个才20-30几块而已啊，哦，好，再看一下下一个金逸鼎啊，金逸鼎是做什么？是专门把那个电脑啊里面拆掉。你丢报废的电脑材料里面把它吸，因为所有的电脑都要镍啊铜那一些都里面组成的，对不对？它是那个稀释，大家都以前都认为它是黄金概念股，哦，黄金。可是那黄金在它稀释的部位里面只有两成而已，两成。铜啊，在它稀释出来的营收占66%，哦，而且它毛利高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回收是不用钱，不用什么成本的啊，嗯，对不对？你一般来讲，我们看第一桶，他们都是因为库存很多。那如果报价上来，他就赚钱了嘛？对。啊，你怎么知道库存是今年还是十几年前的库存？是。那现在铜也不过算9年新高，所以怎么第一桶那个毛利都只有4%6%，它的毛利快要30%呢。哇！因为他拿的东西是别什么成本的啊。嗯。敲敲打打稀释一下就好了啊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啊，哦，来看一下华子，你看我这种是蓄势待发。哦，因为刚才讲木材都创新高了哦。再看下一个哦，荣成哦，这是法人看好的，股价是创新高的。对。继续哦，再来看一下哦，好，新光钢就是我说的不锈钢，不锈钢你看它之前一个高点有没有？对，去年的高点就是刚才那个不锈钢有没有？对，那个的位置，它现在这个位置再涨两成才到那个位置，嗯，你赌一把，你至少赚两成。嗯，再看下一档，张元也是啊，那个高点有没有？那个刚才我们看不锈钢位置，这是做不锈钢的，啊，它是不是还有1层、2层左右的空间？再看下一档，对，阳明今天涨停，为什么？我上次跟你讲，过完年之后就涨这些嘛，对，原物料嘛。铁矿砂报价涨上去，用量又大量需求了，货柜又不够用了。嗯，再看下一个哦，长荣也是哦，法人有国内法人有调高这个目标价，还要在5成多哦。哦，所以你把这个价乘1.5倍的话，就是法人调高的目标价。再看下一个哦，凯美啊，哇，你要做电子股，要往电子股的最上游，也是原物料，被动元件也是原物料哦。嗯。低润也是一样，你看那个低什么叫低润报价啦 ，MLCC 报价什么，只要有听到报价，面板报价，有看到这个报价都是那个的原物料的，哦，你看创新高。我每次讲被动元件都讲这一档，再看下一档哦。好，9号也是9号，全世界第二大铝质电容，轮你要轮到它，这样听懂没有？把握我跟你讲的方法，不要二狗一个群体，你要把它找好几遍没有？今天可能涨个3-5成，你就要开始换了，嗯，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谢谢老师的分析，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，欢迎加入老师的 LINE 跟 Telegram。财经简讯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Bye bye.